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黄埔军校成立百年纪念日，台湾和中国大陆都高调举办纪念活动。台湾这次纪念活动呢，就赖清德总统重申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是依靠苏联的帮助，国共内战的时候呢，很多国民党军官起义都是潜伏的中共党人。中国他现在希望去分化美日台之间，那另外呢，他拉拢台湾内部这些将领。黄埔军校其实是根本就是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。黄埔军校的这个教官很多都是苏联军人，就是要共产党在内部夺权，用武装力量呢夺掉国民党的权。真正的黄埔的训练的学生，他总共是七期，那毕业的只有四期。黄埔的神话被过度的夸大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